吃了很多，有为什么有点渴？这样呢？反正不渴的时候再告诉我。还在渴吗？睡个晚安，桂鱼晚安，志宏晚安。还有在渴吗？算了吗？好，太棒了，耶！卢卡，我爱你，乖哟、哦。关家人晚安 ，Peter 晚安，大家晚安。卢卡爬来踩我的点，是不是喜欢我灿笑？想太多喽。今天去看《天竺鼠车》的，对呀、啊，因为那个快闪店到这礼拜，好像明天就没了。没想到卡妹愿意跟你一起，因为她约我的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刚好有培训，所以培训结束后就直接跟她一起去看。明天去，对。可是就。我是没有东西，我没有买东西，只有卡妹买，就真的只是快闪店，不是展览。对，如果拍照衣服是用卷的、哦，对呀、啊，这个真的太大卷，这是 M 号，我胖的时候买的，然后瘦下来就变成很大件，所以我平常培训的时候，而且这个有厚度，我都这样，嘿嘿嘿。嘟嘟嘟！对呀、啊，我也是去快闪。那快闪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就只有他们的东西，然后有可以拍照的地方。这样，你真的是多肉多多，还以为你装虎妖。对，什么装虎妖？什么意思？一定是肉肚肚啊！卡妹想参加赛车吗？应该吧。卡妹有阿比，哎、欸，对啊，好像卡妹有阿比跟西罗姆。我现在只缺马铃薯跟巧克力而已。然后卡妹今天买了巧克力的有一个。哎、欸，不是，对，就是巧克力的吊饰的样子，可是很软，超可爱。你不是明天直播吗？是今天呢、啊？我有发现实动态，你没看吗？嗨，刘家 B C 晚安，巧克力的，对，就是五种，有五种，可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那种。有马铃薯、西罗姆、巧克力，还有救护车跟警察车，对，这五种，随机的，对。然后他抽到巧克力，他原本很想要救护车或是警察车的样子，但是巧克力也很可爱，而且很软，软软的。こんばんは、ルカちゃん。こんばんは。那你明天不用直播休息，我要休息呀、啊，我改时间了。嗯。啊，你说不用直播，然后我休息，也不能休息，我要工作，我有工作，所以才移到今天。嗯，我在吃东西，谢关，好，没问题。哎，晚安。巧克力不怕脏，适合在下雨天。对，泰迪也是。卢卡明天有事情才改时间，对呀、啊。大嫂晚安，辛苦 ，Mac 没事，恭喜有工作，也是没薪水的工作，有事的，对，有事。
薪水的工作算是工作吗？反正我们有很多没薪水的工作，你也愿意接？也不能不接的东西，就是像是呢，像是，该怎么讲呢？也不是练习的，也不是志工，也不是志工。该怎么讲？我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接怕以后真的不用做了。不是，就是大家一定要做的东西，就当去宣传一下，提升自名。不是那种工作啊，不是那种工作。该怎么讲呢？像是，我们之后有校唱，然后校唱前一定大家一定要拍那个影片，对不对？几月几号我们在什么什么什么大学见哟，耶！那种都是特别约好才对，宣传拍宣传片之类的，那种都是没有不可能有薪水啊，对之类的，不是宣传片之类的类似的，对，想说所以这个算是工作，可是也不算是能拿到薪水的东西嘛，对。如可晚安，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了。所以如可要去校唱，不是，真的不是，就是假如例如有机会在校园能到如可吗？还要特别去一趟，麻烦。对呀，但是对公司决定的时间就是要配合。而且我其他天也没有什么空啊，所以就是决定。卢卡也该参加一次校唱，对啊，日期生好像除了祖祖之外没参加过的样子，不会辛苦了，还明天的就还好，没有给个车麻烦哦。这个的话会，研究生会有补助。可能是开始录三周年演唱会的广告，三周年演唱会的广告，像是我们明年一月几号有三周年演唱会的演三周年演唱会，大家记得来哟。有可能，正式生没有补助，没有，就是包含在底薪里面吧。对呀。他们都有月薪了，然后月薪不可能少于交通费，可能是招募三期生的宣传，有可能哦。欸，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三期生，但之后一定会有啊，只是我也不知道，我也常常在免费加班，各种菜要搭几趟车才回本。哦，拉高音有机会哦，我也不知道啊。可是就算要拍三期生的影片，不可能是我们二期生啊，应该是一期生吧。其实如果一想到有比自己地位低的成员突然开心，怎么可能？我看起来很开心吗？卢卡前辈真的好可爱哟，应该是乱选吧，成员去录吧。对呀，不可能是我。听说粉丝要接近偶像的方式就是去当三期生的偶像，有后辈了。哎呀，卢卡以后可以叫三期生跑腿。对啊，上次日期生的时候，他们有去西门吗？西门宣传吗？一期宣传日期，二期宣传三期，其实有可能呢。TP 研究生那时候，他们宣传一期，然后一期宣传日期。粉丝要当三期生，肯定要先去一趟泰国。三期生去买冰淇淋，如果讲很有人气，可以不
可以吸引不少三期生来报名。希望西门宣传我只记得一期生筛选的时候，没有，他们乱讲的，不是有三期生的广告，是。可是之后，不知道是几年后，也有可能是这个月就公布了。嗯，有可能哦。嗯，后边我肚子饿了，如果可以去吸引在台外国人呢、啊？觉得这里是女生的男生，未来也可以报名看看。哎、欸，好害怕！我是不是这样讲？到时候真的，这就是2021年，就是明天突然公布，我们要招募3期生的那个。甜圈的话不要信，那边的前辈想喝果汁，有女儿的可以叫他们报名。去泰国要应征三期生，没有录取就哭哭。三期生明年一定要开始招，你们人数现在不太过3对分。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公司的想法，他们也不会跟我说。下礼拜就公布，最好是啦，最好是啦，不可能的。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卢卡爆雷，没有，我怕我这样讲真的，真的就是我立起的那种感觉，还是我说。今年内我怕我说今年内不可能有三期生，结果真的会有三期生，所以我应该要说哦，今年内应该有三期生呢，这样应该今年内不会有。三期生好点，不然凯妹要超龄，凯妹早就超龄。劳力晚安。对啊，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次公司啊，不是这次、啊，就是。之后如果要真的要三期生的话，年龄的那个标准要多高？男生可以报名，那袋鼠可以吗？下周如果要被 staff 训练，为什么在直播中公开公司机密？可是我真的乱讲呀！说不定三期生跟四期生一起。一起就是一起整，一起进来，先把研究生升个比较实在。不知道哎、欸，现在人数20188月26号的时候一模一样哦，是哦，有跟没有之间，今年不太可能了，光报名时间就不够了，可能跟上次一样吧。那你赶快多立起，就没三期生了，对。好好笑，年龄标准不能比对长老，所以26岁以前都来得及，是不是？26岁以前都可以报名哦。22岁没有才艺还来得及吗？哈，应该吧。3期生と言わんわい TDP をしっかり続ける気持ちあるかな？たまに不安になる。いや、多分気持ちはあると思う。可爱就好的年龄不是问题。一期生是11到22，二期生是13到25。哎、欸，我记得是24哎、欸，13到24。三期生应该变成15到27。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好像是不能超过雨喵的年，就是年纪的样子。对，我记得是24，然后我那时候是23。我还以为青云要说性别不重要，可爱就可以，男的女的没关系。二期生8个人呢、啊？对，一开始上的人是10个人，然后后来2个人没有签，好像没有签，然后就只有8个人。你是不是想登短廊？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哦。都以最高龄年成员年纪为标准吗？有可能，我也不知道耶。但是虽然标准可能越来越高了，可是到时候他们想要的就，不一定年纪就是偏高的，对。
那时候筛选成功，可以叫卢卡为卢卡前辈吗？看来是为了卡妹放宽标准，可以赶快加入。雨喵姐已经变标准，上次不是这样吗？还是思雅前辈？对，我也有点忘记了。16岁可以加入 TP， 可以啊。好像外籍生的话16岁以上，可是台湾人的话好像12岁就可以报名的样子，有点忘记。听说日籍生有10个人，两位好像是马来西亚，最后决定不过来。谁说的？不是，都是台湾人，而且其中一个我有见过。等一下，那谁说是马来西亚的？到底是谁说谎？笑死！谁在乱猜？一定是粉丝乱猜的。吼，你看，一定有人就是乱讲，然后大家都相信了，怎么可能？好好笑、哦，都是台湾人啦。是吗？我怎么记得陈子文老师不是在新闻说有马来西亚的？哦，真的、哦？我。是吗？我也不知道，那说不定有我们不认识的，对。哦，对吼，而且都是台湾人，是真的是子宏老师说的吗？有，那有真的有可能呢、欸，还是因为我只认识有一个女生。我不知道耶、欸、那也有可能原本有12个人吧我也不知道是有所以其实当初应征的有来自很多国家哦有吗啊对日本啊香港荷兰澳门台湾，对，很多，而且只有2个，对吧？其实是我啦。一起生新闻当初写有近3000人参加筛选，哦，苗栗国，对，也有可能就是报那个书面的有那么多，对。未来 TV 可以再创造一个30岁的偶像。台大的北一女的，你怎么会知道他们读哪里？嗯，哦，原来有马来西亚的，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谢谢送我守护女神。甜甜圈に入ってる自己申告＆号泣。ありがとう太郎さん。もしかしてあれ出なかったやつかな通知たまに出ないよね私もあのリカちゃんの時入った時全然出なかったもん正面就裁掉很多人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应该吧对因为到那上次面试的时候面试也是有分批的所以我不知道总共几个人来第二个阶段的嗯那时候直播有一些筛选生会说自己的学校好危险哦我刚刚那封讯息是刚刚的原来我没传出去嗯如果可以暂时连 TP 吗那时候我30几超过30岁如果体力够的话如果他们有记得你的 live 现在的筛选生公司应该会教一下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哦，一定的，嗯，对，难怪之前啊、哦，所以之前其实是有些筛选生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不能讲，然后就没讲啊，然后就讲出来了。有人在飘车，体力可培养，应该还好。35岁的卢卡，可能有人不小心说了哦。
一秒一秒越好。他可以站十年后，他什么时候讲的？应该是很年轻的时候说吧。一起生筛选那时候比较没有防备心哦。光点前面可以给甜甜圈一点参加筛选的建议吗？嗯，なんだろう。首先呢，嗯，当偶像很辛苦哦。对，你可能就是先知道，嗯，当然当偶像有一种，嗯，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很辛苦的事情。对，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对，所以先知道这件事，然后再挑战看看。对，如果讲35歳になってみようと同じ気がする。ちょっと成長してればいいな。如果35的时候我就28。真的要给意见，没有女甜甜圈不用建议哦。好像是，好像是哦。甜甜圈的 男生比例高达 99%。 后街女孩好认真的建议我都去筛选。そういう意味だったらもちろんより良くなってると思う。承认美女甜甜圈，你们说没有，那就可能就真的没有。不然好像会改成不用去泰国也可以去改性别。谁说甜甜圈不能办的？相信大家都可以去参加。台湾不是可以改性别吗？台湾好像可以，就主要好像有医生的证明，精神科两个精神科医师的证明，还有就是看身体有没有变成女生的样子。对，就是检查，就是有那个证明好像就可以。如果两次握手会也有握过女粉，有啊，当然有。对，虽然不是神推我的，啊，几乎都不是神推我的，对，但还是很开心啊，还是愿意来握我，对不对？嗯，为了成为偶像去一趟泰国也没什么，但台湾改性别一定要做手术哦。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的，对。但有的国家可以直接给，不用看身体。哦，原来如此，有握过就好，那就有女粉。女粉是拿推广券来的吗？我不知道哎，希望不是。我有在推看一个乃木坂的女粉，她的推都毕业。我再叫她推你。哦，那等她。我有认识的精神科医师，有甜甜圈需要吗？如果最有印象应该是穿大耳狗那个吧，那是合照会的时候。对，他叫什么名字？早葵吗？应该是他。对，还有道明。对，他因为他第一次握手会也来握我。嗯，推广券的也好吧，至少他愿意找你。对呀，对对。连续看了2年的乃木坂演唱会，现在成员都几乎不认识，有两个人，哎，有了，还有很多，一定有超过10个，好不好？对，都是知名女粉哦，是哦。Yuka 记忆真好，当然我还可以讲很多，不算是很多啊，对。早葵姐姐 ，Hello Luka。对啊，可是还是不要在这边讲别的女生的名字好了。对对对，那两位的水腿我都知道是谁。Saki さんが彼女は日本語がとても上手。あ、そうなの？この前中国語で話してたから分かんなかった。你没讲女犯已经走心了。哈，我一个一个讲嘛。所以我应该发推广券给女犯吗？看你的。可是他们就算拿到也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吧。你的样子很美，谢谢。
雷木马我知道飞鸟而已，是哦，还有蛮多的，还是你知道的都毕业了，你全部讲完需要花一分钟吗？别这样嘛，雷军可以推广我，你要想办法钓他们呢。雷军哥哥，我要推广券。没有女生，他们真的愿意来问我就已经很好了。推广券限女的感觉怪怪，对呀，感觉 Nick 很想认识女甜甜圈的那种感觉。因为飞鸟跟我同天生日哦，原来谢谢连俊的推广券，你们自己买。对呀，就算是拿到推广券，也要花自己的时间去排队，还要想话题，对。你根本有其他目的，你居然是那种人。宇哥晚安，视频晚安。你君哥哥，我也要推广券。你哥受不了你们了。对呀、啊，其实都没差、啊，我只是要满足不给其他女生，我才没兴趣。推广券拿到不一定填得到啊，对吼。没事，我的等一下一定会加布的，好不好？大家不要难过哦。这次我知道很多人还没填到，真的不要难过，不要走心，拜托，一定有机会的。之后我的一定会加布，那时候拜托拜托，那时候帮我直接填哦，填票哦。女冠说第三步他包下的意思。真的吗，旅馆？我只是来找路卡，谁走心？不好说了，真的很多人。但也没关系啊，他们也可能难过而已。对，第三部应该要被夜袭了。第三部、哦，我也不知道哎。希望公司赶快帮我加布，不然真的很浪费时间，不觉得吗？你们手上已经都有券了，如果早点加布的话，到时候就是，我的粉丝可能就是之后买更多 CD 的几率越来越大，对公司来说这样很棒啊。旅客说他要练习第三步，等你等你。夜色漫漫，七月无花，自由和声，真真真真真。如果交付在第一天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当然没问题。不要同一天，我有很多就好。对，我也很奇怪，如果我有，假如我有四部都在同一天，这样会很累吧？想说哦，三十分钟也前刚刚跟你聊天。之类的，就是我怕没什么话题。有人没听到走心了，算是走心吗？可能难过吧。嗯，我也不知道哎。有人直接跟我说下次握手会见，下次就是六单了。啊，哭哭，拖很久，我手上已经没券了。哦，那就好，表示你已经填完的意思。真的有人因为握手会跟你走心？不会啦，不知道，也有可能就只是说说而已。我觉得下次加不至少等两三周吧，要加也是一次加很多，我知道啊，可是要等很久，我的第一天就卖完了，还要等那么久。路卡有人想要师傅，大家加油！我只是担心填不完不会走心。对啊，所以对我也很担心你们填不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公司赶快帮我加布。可是，哎呀，安迪怎么了？不要累累。
要跟双鱼整聊整天很累。没有，欸，我当天聊天的不止他好不好，还有很多人哦。可是一天就结束，你想想我在后台要等多久，如果全部都在第一天的话，我不能梳头吗？说不定下次他要直接包布，还好我不走心。话说我妈最近在学日文，我成功说服她买王可乐。什么七单件，我还想加190，先不要好不好，先不要，就是要不要等到加开第五步之类的。对，就是有看到还有东西可以填。你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够多。日本最近コロナ落ち着いてきたと思ったら入国規制緩和したから、ああそういえば落ち着いてきて、また流行流行って台湾が遠くなると思う。やだね、もうワンカル、シェシェルカさん、可以五步。乱讲的ルカ五步宣言、会认真听你配音、谢谢ルカ目标五步、你各位加油。也我没有什么目标啊，就是当然越多越好，越多表示很多人支持我，对，所以我当然会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就是啊，我一定要加开到什么什么部什么的，对。看来我先去第一，不要，真的不要，先冷静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先把手上的卷全部填完，再考虑一下。当然。当然你愿意填那么多我很开心啊，对，就是你很像那种那个 Viking 知道吗，就是饭店里面的自助式餐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盘子上面明明还有其他的饭，但是你想要直接去拿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他把手上都填完，我们就没得填。第一次听到小偶像叫大家冷静，卢卡真的心体贴粉丝，什么意思？他就是要留着都填你，他不用冷静，不用担心，没填完他有办法处理了。哦，那就好。没有，虽然都一次吃两三碗，除非的，除非你这边嘴巴有三个，吃大饱的概念，虽然也不是吃大饱啊，对，不是吃大饱。加了一个可能要钱，加了一次就要298块，对，一次加十只炸虾，那不是怡真弟弟吗？全部塞在嘴巴里就好，对，所以先塞在嘴巴里，再去，如果你想再吃，再去加，对，他表示我全都要。他的感觉就是有点哦，饭店里面的饭全部都是我的那种感觉。路考莫到访吗？下次你也知道，我那时候听他直播啊，就是有一个小屁孩好像把饭店就是自助餐的炸虾全部都拿走，然后害怡真他们拿不到，然后后来就是饭店那边把炸虾补好之后，换怡真他们直接拿。嗨嗨，醒醒，你没选你知道吗？我要去开 CD 还蛮帅的单曲，体悟笑死，体悟体悟怎么会这样呢？先塞嘴巴，左手右手再各拿一盘。想吃的就是要快的，对对对，就是先把你的手上的卷差不多填好之后再考虑，哎，要不要再加步，要不要再加，哎，要不要再加，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够，对，再考虑一下。你的镜头怎么了？我刚刚不小心按到好像是提屋的那个照片之后突然就是转了画面，不管了，先转再说。好，就是对，因为现在问题是
不公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让我加步啊。对，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我知道大家身上还有一些券，大家都没办法填。我也不能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啊。难怪大家刚刚说体悟，可能不用考虑的，已经决定了。但我习惯手上留一点备用券，万一临时加开才有券可以填。哦，原来你发现你加开后的一小时，大家就会抽出是。啊、哦，真的太感谢你们！我习惯都会留给结账不填，不然如果加不刚好没券，那之后你的券剩下的怎么办？就是公司不让你的推的握手会加步，你把券卖掉吗？还是只能填别的成员？但是为了怕吃不到，只好先装一盘滴滴味。问题是不扣下来，一加步一小时就没了，根本来不及再买。我看到很多炸虾，但我夹不到盘子上，拿不到炸虾，只好改拿其他的。填其他人呢、啊？这样我会难过，就是我会说，都是因为公司不让我加入，你们都去摸别的成员。这样我是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你去跟姐姐说，你的粉丝还有几百张没有填，我讲没有用啊。他们，我怕他们觉得我在乱讲。剩下的便宜卖别人，或是丢掉。不要丢掉，拜托！我真的不希望，就是CD 变成垃圾，不行。至少，对，不能丢掉。我们这种人其实是习惯手上留几张，算你整天手上留个200张很正常吧？到后期卖一定卖得到，就只好加别的。不要。确定没有加步就可以填一填。话说 ，Stop 姐姐有没有让探路卡关速关步？没有，他们也不会特别跟我说，就是哦，你要加你的握手会卖的怎么那么快呀、啊？不会。那我表演烧掉给你看，那也没办法，只好填别人了。不要，不要走，这也算是我的成全吗？看着你和他，要看着你们握手的样子。有剩下，又按到了。不是只有炸虾能吃啊，看看隔壁的牛排有多香。哎呀，其实公司最好有公告加步截止时间，这样大家会更好掌握填卷。嗯，真的没有握手，我只好投资合照卷，留下来后我跟你找。路卡的成全，会跳没有路卡的部落的，不要，拜托，我现在看那个歌词应该看得懂了，会跳。发现两步我已经差了52%，哎，啊，你说你卷的52%吗？应该到一步的就不会再加了。如果有卖掉的话，没有卖掉的话不太可能对。可是面前辈跟林一前辈应该会加步吧？他们应该会到 F 步。我填你隔壁叶婷可以偷看你，好心酸。所以剩下的48%，两步的52%。啊，你是说两步的52%是你？啊，所以不是你现在有的有的 CD 填了52%。哎、欸，难怪真的不好抢。对啊。赶快让我加步，不然你们真的填不到，真的，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然后就是我的粉丝，大家都走心走心走心，难过。你们难过的时候，我也很难过。
以前成员好像一次开都最开六部，在这里前面跟秘密前面搞不好可以破纪录哦。对呀、啊，真的很厉害。So, そばちゃんとレイジ、あのね、もう5部売り切れたから、多分6部出ると思う。でもし6部も売り切れたら、TP で TP 内で初めて7部以上のね、2日間で7部以上握手することになる。算言不停，我们就要停了的。我的总券还没52吧？啊，对了，他应该，他应该没有超过50。我去握手都感受到，所以麻烦在家开让算言的48可以都丢完吗？其他人的票也有其他人的票啊，对不对？他应该会最后握吧，不然要等很久。对呀、啊，我怕你们等很久，不行。当然也可以啊，就是你们如果调好的话，也可以。就是如果战术差不多的话，可以说哦，我可以，我今天你我让你最后一个哦，那你先，那我先，那我先之类的，你们讲好就好。青苹果五恩。只要有秒步关、秒杀关布的，就一定有大卡包补，不一定啊。这次就真的，上次没填到的人，赶快都在填。旅冠，你是不想握卢卡吗？对啊，旅冠不来握我吗？排他后面才能一直看卢卡。不过还是卖完最重要，没听到自己是手速不够快。对呀、啊，恭喜卢卡又满步了，谢谢。希望真的赶快让我加步，真的。我最快一分钟可以填三张，那我排在双人后面，然后把抖棒的体力全部领出来慢慢玩。一分钟一张好像蛮正常的，一分钟三张差不多吧，一张算慢。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填过。不行，一定要让我加步，不然变成成全了。微笑的哥对我说声好久不见。所有的悲伤丢在关布那天。听话，让我加入。田娟说的差不多，只是第二部被主管啊。其实卢卡你也不用想那么多，这种事就是商业行为，有市场就会再开。对，希望，可是希望赶快开，不要让我等到12月啊什么的。卢卡只能成全我们去握别人，不要，不要，绝对不要。对，应该，不然应该今天应该要唱这首歌才对。昨天有点不适合唱这首歌，就是话题。谢谢青苹果送我掌声鼓励，看着你和他握在我面前。其他成员的小舌头也很香，哼，当然还是希望被卢卡用力的捏手，一定会的，放心，期待一下吧。这样还要烦恼要握谁？直接开两步啦。我也希望，可是公司应该不会。我也是主管来跟我讲话，心里一直想他即使要有新的 GIF 可以做了吗？那可以再一次，没问题。今天我没有练歌，对不起。所以如果要唱的话，我只能唱那个 Moonlight Dance， 因为我只会唱这首。下次开的话，又是一场战争了。不知道哎，不知道哎。还有歌曲，还是今天唱歌曲。
我应该昨天唱歌曲，然后今天唱成全才对。如果还是研究生，加开一步的几率比较快，那可能还是当天秒杀吧。哎，头痛头痛。当然秒杀是一件好事，可是我怕又有人没填到，然后又有人说刘佳，我这次又没填到，我好难过，我不想握你了什么的。嗯，应该可以一次开两部，你可是短时间关部。我那天中午被叫走回来，已经出数字。哎呀，そうなんかね、すぐ売り切れるのめちゃめちゃいいことなんだけどさ、なんかやっぱり、ルカちゃんのやつできなかったって言ってめちゃめちゃな落ち込む人とかいるからさ、ね、私に言うのよそれを。ごめんねルカちゃんできなかったって言って、でそれだけだったら全然いいんだけどさ、なんかもう次のシングルの握手会で会おうねって言われると、なんかええ握手してくれないんだってなっちゃう。もうそんな今回の分できなかっただけでそんなならないでよって言って、ね絶対さ絶対追加されるよ。でまあ、その いつ握りたいとかもあるの、いつ手握りたいとか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さね。可惜服装。那只好再唱一次给歌词的成全。那露卡你就可以唱成全，没错，就像是我又没听到，不要难过。第三，等你第三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填到哦。走心狂魔，对呀、啊，一两个就算了，不止一两个，真的蛮多，真的，一闪神就没了。要是真的很多人没听到，可能到六段握手会前，如果每次直播都要唱成全。现在我直接不唱夜袭，直接唱成全，我也不想看你们在握别的成员。想听握手会现场，如果在隔壁排队，我唱成全。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好恶戒哦，怎么可以这样呢？其他成员发现突然有一对甜甜圈出现，石油王的名声就可以传开来。それはもうやめさせられるよね。もう私だってさ、みんなと握手したいよ。ただ会社がさ、いつ握手会追加ノブ追加してくれるか分かんないしさ、早く追加してほしいのにさ、なんか多分一度に何人か、なんだろう、何人か売り切れたメンバーがいないとね、開けられないみたいだから、開けられないって言うてか、なんていうの、追加できないみたいだから、モヤモヤ中。我没有说我不想握你们，单纯难过而已，没有机会再交步。你哦，没事没事，你不是你说的，对，没有说的人真的没有说，放心。最后一笔 CD 是12月中出货，这中间大概剩两次。哎呦，你们真的记得，真的跟公司讲一下，你手上是现在有多少？对，如果一个人讲没有用哦，就是很多人看到很多人，说不定他让我直接开两部，对，可是还是几率很少了，但是有可能加开的速度会变快了一点点，可以花三分钟握手听你唱完成全再去找别的成员吗？不行。第三步再先放水十分钟，十分钟要不要等三十分钟？对，当然你不用放水没关系啊，对，对，应该，哎呦，因为只有一部只有350张嘛，哎呦。啊，对，善远不是你的错，放心，这不是你的，绝对不是你的错，对，也不是其他粉丝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也不算是公司的错，对，只能这样。
そうだよね、2年マクション預けだからね。下次很有画面，握别的人，我们唱背拍。鹿凯那两部我都没有要握其他人，没听话，没听会，没机会听成全，干脆叫公司主动背景音乐直接放成全。阿红晚安，只好为了听成全跑去握你旁边的成员了，到时候再看看你旁边的成员是谁。一直很怕加开或合照会身上没钱，合照会我觉得机会不大欸，就算开也应该不是开同一天吧，不然你们很忙欸，但公司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上次你们因为忙到快要死掉，但是我相信公司也知道你们上次很忙，所以应该会，他们也有在想吧。如果有合照会的话，要不要这天加，还是隔天，还是一个月后之类的？放水多少时间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段时间多少人可以填。希望晚上才开始，都让大家的卷填完，合照会都是我的了。但其实最好的是你们填完，帅员没填到。你们都填完了，然后才会出现数字，对。然后下一步就是一定会没有，一定会没有我填不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市场机制，因素要说也是卢卡的错，因为你太有魅力。是我老板的错，薪水不过好，那我要怪青云的老板。对，大家如果要怪就怪青云的老板。我已经寄过这张照片给云云。中午开真的，我只握了一点点，嘟，就跟当时路考钥匙圈一样秒杀。钥匙圈是因为卖的太少，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甜甜圈几个人有这个钥匙圈。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只。没有人买到两个以上吧，我快疯了。体悟很会帮我做 GIF， 但是这次你们加不加在同一天感觉会很怪。对呀，忙到快死掉是第一层有。如果说那两天没其他活动，很说服我们。谢谢青苹果的看好你。开始上公司应该有预计到刚加不就马上吗？笑笑笑笑，不是那时候不是叫别人去排队吗？嘿，那就是他老板的错。哦，钥匙圈有买到吗？星宇没有，那个没有。笑笑我知道。哦，还好生日会那边你有带这个。对啊，全场只有你带我的。钥匙圈真的很感动，钥匙圈超少，我没买到。对呀、啊，我知道。笑笑酒蛋，怪鱼没有，阿红有一个哦，开心。收钥匙圈，目前知道只有几个人而已，但是好像才十个，真的是十个吗？十个也太少了吧！真的握手会卖的，我第二天直接放弃第一步去。排骨饭前几个，卢卡怎么知道这种鸟事？我知道，我握20分钟出去就说卖光了。其他买到的人去哪里了？大家都转推了，转推或是退坑吧。对，因为当初来看我直播的人不一定在对，有几个人真的。那没关系，现在还是有人愿意一直来看我，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还有人的钥匙圈已经断掉，对，听说这个很容易掉。
那些钥匙圈我都公主，我虽然会有对啊，但被警告不能。哦，对哈，你是不同组啊，可恶！有我就好，对。现在越来越多人了，是好事，对。我也只能这样想，不用想这么多，这样的事现在还在这里的。还好后来有扇子卖了，不然也嗯，如果有我就够了。好的，来该成全。我一直来看你，我当初就买不到。哦，你买不到这个，我一直以为之后公司帮我加补，可是应该不会。对呀、啊，我的头发超短的，比现在还要短，看起来好年轻哦。青色的刘家，对，如果下次要卖的话，应该是五单的制服吧，或是四单的制服。五单制服我目前没穿过，对，也有可能这个 CP 值很高。嗯，扇子还有谁还没买？不然我要不客气了。哎，不要，你已经要很多了。真的帮我买，只是你需要的东西就好。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这种商品好像都是一次性的，因为绝版都是五单了，不太可能再出穿四单的商品。三周年卖师傅钥匙圈，怎么办？我的师傅没什么好看的，四单制服看腻了。哦、oh, ，那就五单制服吧。对，但这个感觉 CP 值没有很好，没有很高。像扇子的话，扇子就蛮 CP 值蛮高的啊，应该是。如果说不要，没事，就是想买就因为我是不是。我不是叫你们不要买，应该说你，我知道你手上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对，我昨天开始读日文了，棒，想买。至少做成圆形的，让我能挂在钥匙上。对，我也有点担心它会断掉。我还有十几把，对呀、啊，已经够了啦，十几把就够了。那个单字卡翻起来很疗愈，根本没读。看电板忘记读十音，其实你们已经会了吧？瑞凯声音好可爱，谢谢，开心。我要拿来当卡贝卡米还不够。太可怕了！哎，听说你说贴在墙壁吗？哎，听说贴墙壁人的脸风水不太 OK 哦，就是森林吗？有嘞，会，就是我会被我妈打死。学不会五十个，五十音好难。如果可以教我下面怎么念吗？爱死的噜，对对鬼魂，云听晚安，对对对对对，一激流听说会，呼，そうなんか風水的に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らしい人の顔って、なんか一激流ついちゃうこともあれば、あとずっと見られてる感じがして落ち着いて寝れないとかね、そう。妈妈会怕吗？所以，我それ聞いて今までさ、TP のポスターとかめちゃめちゃ貼ってたんだけど、全部剥がした。確かに寝室はね、寝るとこだから、あんまり貼らない方がいいのかなと思って。你是说附在里面？对对对对，就是附在身上。可爱的女孩子幽灵，不一定，有可能是大叔哦。日本很多这样的传说，好像是人形的都有灵，不一定，不一定。很容易，あのね、つきやすいので、每个人都贴你不就蛮死。俺の写真貼っといたら俺が守るよ。え、でも生き量って本当にあるみたいよ。なんかずっと一人の人のことを思ってればこの辺につ、ついてるんだって、ふわーんって。
就是听说森林那个东西呀、啊，有一个人就是想对方很久很久，就是不小心，不知不觉的他的森林会飘在他的身上。对，所以我相信我现在身边有你们的森林，一定有超多的。附在里面的话，我只能说有眼光。大鼠附在卢卡身上，很可怕哈。只要是有人像的都有可能。对对对，大叔那一期喝啤酒有话好说。保健室的人骨老师半夜会动吗？不会。可是那个真的很可怕，我想录个很久也会这样吧。对，而且听说看可以看的人就是真的会看得到哦。你现在身上有二十几岁的好像有男生，然后他好像戴了眼镜哦，然后真的会看得到的样子，那就有朋友可以聊天。所以有点细呢，你家很多人，超多分灵体，肩膀有点重重的吗？我感觉我是感觉完全感觉不到的。So， 他们太多人不是我光天天有，我看到帅哥了，好好笑。对啊 ，Sega 的应该也在这边。所以你现在应该是在卡面盘才对啊。哼，日文有对应的用字吗？不知道哎、欸，可能要查一下。爸爸我好冷，这样算失联吗？怎么可能？灵体失联出境，说不定我也常常在想你们，你们的身上有我的灵魂。小小灵魂。然后如果我有一个很讨厌的人，我一直在想，哦，他怎么那么欠揍啊？听说这个也会灵魂也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可能就会开始身体不舒服啊什么的，对，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精神或是身体的状态。怕我不穿衣服都被看过，不是那种，就是 kimoji 啊 ，kimoji 在那边。想象 Luca 的鼻子在我背后，太可怕了。Luca， 我觉得庙里收集那个阿嬷不太友善，我怕他。你不要跟他讲话。100年後には科学的に解明してるしてるかもね、その仕組みね。わかんないけどね。まあもちろんそういうの信じない人は多分絶対信じないけど。ね、生き量って本当に飛んじゃうんだって。好きでも飛ばしちゃうし、嫌いでも飛ばしちゃうんだって。で、それの影響を受けやすい人と全く受けない人とかもいるみたいで、なんかご先祖様がめちゃめちゃ守ってたりとかね。为何感觉每次卡完回来很像影片过长？难怪我看其他成员有莫名其妙的恐惧。如果身体不错，一定是黑粉通灵。或是嫉妒我的别的人，或是嫉妒我的女生，有可能。他说：“哦，刘家怎么那么可爱？”好了，乱讲了。我记得有看过文章说，以前的人做实验，灵魂大概是7公克。哦，原来那个有重量。没关系，甜甜圈灵体会保护卢卡，谢谢谢谢。其他成员，哎、欸，哎、欸，所以我连都知りかけだけど、ルカちゃん何時？欸、いるよ普通に、いるいる、絶対いる。ただここで喋るとみんなにボコられるから言わないだけで。まあでもなんだろうね、そのアンチっていうのかな、この前来た人はなんか TP のこととかあんま知らない人っぽくて、もう。突然来て悪口言うみたいなのはあったね。でもそれってアンチっていうのかな。わかんない。多分暇な人。ルカ怎么这么可爱？可恶。不是21公克吗？21克。记住你其他成员。ルカ身边太多人，不去庙里收集一下。灵魂的不是21公克吗？你们都知道21克。21公克。我分10公克跟在ルカ旁边。卡丘灵魂被拿走了，原来卢卡灵魂也比较轻。为什么你们都知道21？所以真的有灵，
21公克。嗯。你是刚刚收到我的东西，我的虾皮的东西已经送到，已经收到便利商店那边，就是刚刚突然有通知，我的转镜头突然转了那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有读过相关文章哦，因为有首歌有唱过，但有小小就卡在身边这样。怎么有点可爱？今も愛してるよ。ありがとう。ルカ今天镜头事故很多，对呀、啊，新手机好像不听话。对，因为他转镜头，他没事就会转到那边。叮，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黄红色。我还以为你的手机被我聆听干扰。so。でも本当に怖いよね。然后就是听说，就是以前，虽然现在没有讨厌，可是以前真的超级讨厌，以前被别人超级讨厌过的。听说这边还是有他的那个人的灵魂，对。可是听说去拜拜了，他就会消失。如果是以前的话。现在还在讨厌的话，可能还在一直在黏在这边。该不会哪个粉黑粉在乱动镜头？直播要不要先开，把无关扰的打开，不然一有讯息就转镜头。以前不会，之后开直播前都关掉好了。不过你换了这次手机画面真的是比较好看，开心。谢谢题目的礼物，那么多灵魂能分，难怪我在路卡旁看到碰奖的灵魂。亡霊って言葉もあるしね，ね，越听越恐怖的感觉。对啊，日本以前好像有过在树上钉草人嘛？哦，对，釘人形、わら人形か、对。难怪我最近一直梦到路卡。是路卡白就好看，你没谈，哎，でも本当にすごい人が、なんか本当に見える人って本当に見えるみたい。像是有些比较有人气的艺人，好像他的后面有真的超多，就是已经过世的人的。灵魂排到最后，就是排到很超级长。然后听说最后面的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排谁的，到底在排什么东西？なんかその芸能人の人とかはなんか霊が集まりやすいのでなんか人を引き寄せると、でなんかもう亡くなった霊の人がめちゃめちゃ後ろについてるらしいんだけど、それがもう行列になってて、一番後ろの人とか何に並んで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なんだって。なんかとりあえずみんないるから僕も一緒にここにいようみたいな。で、ルカ不是老师。台湾人一定要排一下队。有可能是台湾人的灵魂。ロナウドさん晚安。封魔之时去外面跑步可以见到卢卡吗？你的名字？对，最后一个不知道到底在排什么，想说哦，前面排那么多人，那我也在跟着一起排好了，那种感觉。我是谁？我怎么在这里？那么卢卡有人气哥的头发吗？我想试一下潮人有没有，没，怎么可能会有？可是听说人气哥他人变很好，我后来知道，我高中的时候的朋友。他去日本后跟人气哥在一起，虽然现在好像分手了，对，就是蛮吓到，想说，是人气哥哎，他，你怎么会喜欢他的那种？听说真的，
他 人格好像真的有改变，对，那就恭喜他了。对，虽然还是分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太忙吧。啊，どうせじゃない、どうせじゃない。そう。あの、友達。那时候班上在卖东西，就会安排一些在排队路上看到就会有兴趣。等七哥都可以交到女朋友，对呀、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一起，应该没有吧？嗯。对，我真的感到，他说，等七哥，你确定？原来人性是可以更改的，对呀、啊，对。谢谢提我送香槟，耶、yeah ！那说不定只是，啊、也有可能。对，哎，跟你们说，我今天买这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应该是这样。Mr. D 就用过这招，之前好像讲过。听曾经交往的人说，可能有点不准，喜欢上人就没缺点了。他有次问你朋友，你会热吗？我帮你开人气，他的感动，他的感动那就在一起。好简单哦。巧克力，人气哥点的冷风の声が今一回そうそうそうその彼がそのきあの私の元同級生と。付き合ってたっていうことを知って、多分でも別れちゃったみたいなんだけど、うん、おお人って変われるんだって思った。晚安。好笑。自己把油跟土莉卡来第二届，对呀、啊、诶莉卡可以送我会员礼物，对，你现在应该有五张票。他都用自己的，要手机才能看到图案，都是莉卡的，莉卡的算是丑照吗？搞笑的照片，翻白眼啊什么的，要变图赞了吗？也太多自己的图，我原本看不到图吗？可惜。对这个。我昨天在广告上看到，然后今天就想说，哇，那我直接买 Nutella 的 Nutella 的巧克力，耶！能看看吗？强纳森的收藏都给他了吗？可以这样啊，好可爱，很像健达巧克力，但是又不像。还没吃过，等露卡感想好。嗯，嗯，里面是这样。これでポッキーゲーム大丈夫？ポッキーって言っていいほどじゃないよこれ。法国面包的味道没有哎、欸，真的有 Nutella。你们知道 Nutella 是什么吗？ Nutella 就是吐司上面可以涂的巧克力酱。对，这个里面有满满的巧克力酱，法国巧克力酱。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吃哎，五十三。嗯，我比较喜欢缤纷了。我都很喜欢。这个一个好像是10块钱，半果榛哦，榛果，对不起，我刚刚说什么半果，榛果，宜榛的榛吗？那我可以想象味道，对，真的蛮好吃。榛果巧克力，小时候我都念吧，那跟我一样，我长大25岁还念吧，半果，好吧，没红包，抢不到红包，
你们抢到就好，谢谢大家。微信。北极熊送我香槟。欸，对，我问你们，你们有吃 Mr. Donuts 的新口味吗？我一直都很想买，可是没机会。青云去麦当劳还跟店员说要真骨汉堡，这个怎么念？真骨假骨汉堡吗？你在讲 image 的几个？怡真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风土别有一番风味，锅底板那个，对，今天见过很多人，对呀、啊，上次我想说怎么那么多人排队，结果是因为 Mr. Jones 跟锅底板合作，めっちゃ面白い人ってわからんね、ね，李冠希送真情告白，那个好吃也超赞，真的吗？会不会太甜？波提好吃哦，那我下次买买看好了。你偷我的大头照啊，训骨哦，原本是训骨牛肉，我都念成，还是我不会念那个字。卖的第一天就去卖，怡真只是来炫耀图，有可能。欸，怡真刚刚送我会员的会员礼物吗？哦，坛骨，哦，日月坛的坛。你说哪一个？这个吗？还是甜甜圈？好想吃吃看 Godiva 的甜甜圈，可是我怕太甜。我还没吃，谢谢 Sega 送的守护女神，耶！我没有那个女生礼物，有啊有啊，一定有的，就是送礼物那边你花花看，不是背包礼物哦，应该有水，现在应该有水母跟女生可以选，你现在身上有五票，然后如果没有送的话，隔天会消失，嗯，跟卡妹一人一半，巧克力甜度刚刚好，好。真的，下次买买看，希望不用排队。对呀、啊，我工作，哎，不是，我常常坐的捷运站那边的 Mr. Donuts， 人每次都很多，所以我可能要去比较冷门的地方。如果要分一人一半，如果会比较想跟卡妈还是卡妹？都没差，卡妈吧，龟里玩的看起来超有质感，我也觉得看起来很好吃，但是味道我不知道。比较冷门的地方有店吗？我也不知道哎。谁感谢送我告白气球？北侧甜圈都没人，太多家哦。对吼，那我去北侧好了。对，咖啡今天还约你出去玩，对。可是华山那边也没有甜甜圈店呢、啊。关于谢送我告白气球，找得到啦哟！大家告诉怡真，应该是最右边，然后一个北车一堆分店，超忙的。我也猜卡妈卡妹都不接 switch。卡妹上次去华山是看公园接彩蛋那次吗？对，精选礼物那边，谢谢小爱，这是我香槟耶！ Yeah， 今天大家送我超多香槟，有用票送的礼物。对，我们身上应该只有五票，所以一票一张。啊，谢谢 Kira 送我香槟耶！
哎、欸，话说我11月11号我不会开播、欸，哎，是不是那天要那天应该要是，还是没看到？为什么？应该有啦，一定有啦，你不是会员吗？多少浪花？不是浪花的会员票，就是一张就可以送一个。谢谢送我与橘子糖西半个了，谢谢。那天31，你为什么要开播？想说会不会有什么特效啊，然后礼物半价啊什么的？啊，也有可能一直不想送我，所以下个礼拜什么时候开？12号礼拜五，我记得11号是礼拜四。礼物滑到最右边的，看看，乱讲。对，滑到最右边，然后应该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对，感觉蛮有可能有活动，但我真的找，还是你没更新。可是你是会员，应该会找得到啊。那不是电商，应该不会配合什么活动吧？我不知道哎、欸，可是上次有活动吗？精选那边，精选第一月的第三个礼物，手机给我，我帮你找。好，那我再等你5分钟，因为我差不多要关播。你们今天想听我的音乐剧还是成全？要唱成全，我应该要改歌词嘛？可是要怎么改啊？中文字比较难改。我还没到家，两个都站，你可以故意。都听不行啊，时间来不及。要成全演艺乐剧，陆凯随性感，成全什么？成全感，成功的成。谢谢提乌送我能量话筒，音乐剧有好。谢谢一真送我会员的票，所以更新后就有了吗？耶耶耶耶耶，是不是改了很多？连这边都有头贴啊什么的，太棒了！我看着你和他握在我面前微笑的，别人说你好可爱。卢卡不是有剪刘海，厉害哟、哦！今天呢，只有你发现我剪刘海，厉害厉害！谢谢毛巾哥，好笑哦！怎么这样说？有人还跟我说你剪刘海，我会说告白，结果没有，这很明显吧？你昨天就说要剪啦，早就看才，为什么你们都不剪？一定没看得出来，你们这些甜甜圈，我打算最后再说。朋友这样说是很明显，不过我现在才发现这种事情要说吗？我看有谁会发现？你们这些直男，成全的大感受，昨日歌单的歌。你昨天都说要剪刘海了。可是我没有说今天要剪呢、啊，我以为说出来刘海太失礼，我以为大家都知道，所以才没说。我们那么好了，还需要剪吗？可恶，你们这些人！我以为我剪刘海之后，就是我的头发就不用梳，结果还是会很乱，就是乱翘，讨厌。谢谢夜兔的吻手礼。以你的发质还是要整理一下。对呀、啊，哎呀，我9月的时候，还是8月31号去烫头发，然后现在就已经开始卷了。
讨厌。所以我真的要唱爵哥不要爵啊爵哥，不是爵哥，爵哥不要的音乐剧。哦，那我要开嗓。我想说留给大家猜，不然太快讲破不好玩。最好是啊，你们。爵哥不要，爵哥，不是爵哥，爵哥。爵哥的话你们要吧？爵哥我要。爵哥，你看爵哥的话可以。嘿，你们已经是那种关系。被揍，听话。不要，我直接撸姐。你要叫哪个哪个的イケメン？谢谢提供舞台公演。好，那我要唱喽。可是上面写的歌词不是他正在唱的歌词，所以我可能就唱错。对，不用认真听啦，真的不用认真听，就是开心的听就好。我是阿杰，哎、欸，不是阿杰，我是阿杰，大家都叫我杰。我也常常来这里玩，大家都叫我杰哥。等一下，还没开始，等我一下下哦。可以，你们好，阿伟，你们帮我唱，来喽，音乐。艾薇，我好饿哦，娘都没钱了。不好意思，我刚刚听到你们肚子饿，我这里刚好有个面包，我还不饿，来，请你们吃。先这些，我叫阿杰，我也常常来这里玩，大家都叫我杰哥。杰哥好。你们好。你们好。我一个人住，我的房子还蛮大的，欢迎来来我家玩，我的人就直接睡觉。那杰哥，那我跟我朋友今天就住你家哦。好啊，没问题啊。走啊，走啊。你看这个秘密，习惯就醉了，真的太逊了，太逊了。这个秘密就是逊。自己，女生也是，对，这是教育片，对。欸，真的做这个人真的超有才的。
真的很会很会编，下半场就不行了，可以在 MC 试试看，不行，最好可以，这种的就真的只有在直播间乱唱。谢谢烈腾送车车你，下次试试看 KTV 版，希望有人帮我做。怎么发在红包的时候唱这个？因为我要快要关播，这个 MC 只有卢卡能接话。不行，那我需要小心卢卡吗？卢姐的话可以。いいもん期待してもらいました。会不会吓到进来抢红包的露露？对啊，他们以为，他们都觉得，他们一定觉得我脑子怪怪的。我很喜欢那个太逊啦的那个和音。你看这个冰冰，才喝几罐就醉了。真的太逊了，露姐我还要，真的很不错，谢谢。这个主播怪怪的，进来抢红包的请见谅。这个冰冰就是逊了，逊是什么意思？勇的刚好是相反的意思吗？弱的意思吗？逊。其实我唱一唱，但是我不是完全了解歌词的意思啊，烂的意思。这个冯姐的就是训，我超有的好不好？我才会喝的，我超会喝的啦！啊，弱烂的意思，烂，蛮久以前的用法哦。女生用这个会不会比较没有气质的感觉？可是唱的真的很好，虽然很烂。音乐剧，欸，我其实真的很想挑战看看音乐剧，因为我可以跳舞嘛，只是这种唱法我就没有学过。还好吗？女生用训是还好，好，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中文哪些单字就是女生用可能就看起来比较怪怪的什么的。跳这首不行，这个不行哦。而且我要，你觉得我适合哪个角色？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冰冰，就是喝喝了几罐酒。那可以挑战剧团艺人的严肃歌曲，跳这首要戴墨镜。卢卡喜欢看日文演戏吗？以前会看，现在比较少看。淑慧阿姨还是一开始的阿嬷，叫大家念书了。你不要一直玩，你不要一直玩游戏。还是在公园玩的小孩，就一直在转东西。那个到底是什么用？对，台湾的公园有一堆奇怪的游乐社区，就是可以一直转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圈圈，那是圈圈叉叉吗？是吗？我还以为就是阿嬷他们要培训的东西，运动器材用转的圈圈叉叉，是哦。你冰冰的很爽，就一直装死就好，对呀、啊。你说转哪个？就是一开头那就是淑慧阿姨的小孩跟他一起聊天的那个阿姨的小孩子，不是一直在玩东西，玩那个好像一直我看了才知道，等一下，肯定要猜一下。老人家用的器材，对，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到底对什么有用。有点像在打
太极，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对啦，不重要，不重要。店员说完说是冰冰妹的朋友，因为是他说要去，要专注，让老人家活动。哦，可能就是用他们的手，让我看到复健器材。那可是小朋友都不知道到底在干嘛，就好，你去那边玩，或者就在想没有东西，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玩吗？对，台湾的公园几乎都是给老人家玩的比较多。你可以做一个 mini 的给猫玩。好啦，我要念贡献本了，下次应该会好好的唱歌。以前公园比较好玩，现在越来越无聊了。对呀，真的，我总算到家门口了，辛苦了。对呀，对不起啊，突然改了时间，我明天也会加油的。明天会加油。刚刚不算好好的唱歌，那是乱唱的好不好？我歌词都没有，歌词都不知道要怎么唱。你看这个冰冰，才喝几罐就醉了，真的太虚了。明日なんかあるんだっけ？頑張って。嗯，ありがとう。你们想玩躲宝吗？可以啊。乱唱也可以唱成这样。听成以前的公园比较好哎，啊，公园啊，公园。我刚刚看直播太认真，坐过站还没到家。哒哒哒，还是那如果愿意记好歌词再一次吗？不要，还是不要好。这个看哪天我心情比较好。什么新游戏？这个冰冰就是不要了，太长了。还是等下半集出来再一次唱全部，不太可能会有下半集。抖棒是什么？是新游戏吗？抖棒你如果讲的嘛，进入一个的。大家的，可是我要关播了，等我一下哦。哎，一真第十名哎，一真我放哪里？在这边，好多素材哦，真刺激。好，我会明天会好好的加油。等一下，今天谁进榜？那个青云、盛元、陈纳森、TU、Killer， 哦，冠宇，应该是这样。顾子在冰冰今天都忘记留，忘记丢礼物。鹿哥，你干嘛？大家都叫我鹿姐，还是我自己做鹿姐的版本？我累了就直接睡觉，没问题的。欢迎来，欢迎来我家，改成欢迎来看我直播。欢迎你们来看我直播，看累了就直接睡觉，没问题的。噔噔噔噔噔。看累了直接睡觉。我这里好有好，刚好有，刚好有个甜甜圈。不喜欢看完才睡。如果你愿意，你自己的歌。
题目一样。不行，那我现在要做。不行啊！哎呦，最近都这样，真的不好意思。又来了，哎呦！对，我最近都真的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下。十一点 K 要开播了。可以哟、哦。嘿嘿，走心 again。你看这个青鱼丢完告白气球就没烂花了，这个青鱼就是逊。只下播再换也可以，真的吗？那。你有想画的东西吗 ？Kira 是那个吗？我们上次捷运直男的时候说，啊 ，Kira 是因为肌肉人，所以是 Kira 吗？大家好，我们是 Kira。走心了 ，Game。那我好好想一下要画什么。他是捷运看捷运指南路看了，哦，原来如此。对啊，希望捷运指南会赶快。那就画一台捷运吧，好，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噔噔噔。オッケー。俺気づいたアルカちゃん好きになってたきっかけなんだったっけ？なんだろう。多分私がなんか変なことしたんじゃない。サモンだ。对呀，那真的很洗脑哎。他来密我要加卢卡群组，我还以为是要来搭讪我，搭讪你。好，今天的第十名，第十名是莉卡，谢谢莉卡。第九名是青鱼，谢谢青鱼。第八名是冠鱼，谢谢冠鱼。第七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六名是 Kir， 谢谢 Kir。今天一定会画完的。第五名是 Legen， 谢谢 Legen。第四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三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然后第二名是陈大森，谢陈大森。然后第一名是提乌，谢谢，开心。噔噔，ありがとう。那抖棒你们的名字的话，就是跟今天的直播内容有关就好。我的话应该是，还是成全。跟成全有关，好像也可以。卢卡成全怎么了？请卢姐成全我，这个可以吗？好像可以哦。好了，反正应该你们看到我，应该就知道是谁。对。好了，拜拜，爱你们，晚安晚安。该哦几点哦？对吼，对吼，10:24会不会赶？生涼太郎にしようかな。あ生き涼か。これ生き涼太郎。灿成全杰哥早知道。
24823240，可以啊。好，那就这样。24283240，然后一样18分。好 ，OK， 然后十八啊，对不起，十八秒，对，24283240，好，拜拜，待会见，希望可以见到，拜拜，不讲再见。